我呢個 making of part 自己有啲恐怖咯。係啊。Hello， 我嘅特技化妝老師啊。你好。今日全日都係換嗰個妝。我諗可以換咗身。呢個我係帶一個新度。套衫咧係一套紗嚟，跟住遮個框架套衫。而家佢整緊一個係會黐喺個身度，但係換咗3000。已經放裝啦。等 Maggie 嚟 confirm 就個衫，而家已經笠住啦，咁咪巢曬咯。咁我就咁換 top 同埋依個褲係啊。你哋整完先啦，我要啲時間。呢啲係咩嚟？直膠。上一啲掣喺我身度。呢啲叫咩掣 ？RGB 啊 ，USB 啊。係係。咁我就好似喺我個身度生出嚟咁樣。全部都係人手整㗎。好後生，特技高手啊！呢個妝係未完成嘅，一陣間咧我就會封面嘅，有一層膠喺個妝嘅，即好似一個陶瓷娃娃咁樣。要等導演嚟 confirm 我而家呢個妝唔使再加顏色，因為封咗咧就冇得翻轉頭啦。我琴日3點醒咗之後就瞓唔翻。你好緊張，我覺得我係講下阿 Sam 第一個 look 嘅理念。Maggie 個 concept 係 natural hair 有啲吹風嘅感覺。我就同佢講，哇！如果再畫藝術啲，不如集啲好似好 messy 不規則嘅形狀喺度，再調一啲即係可能好散嘅圖。多謝你充實嘅資訊。在場最唔係社畜嘅人，唔係一定有做過社畜，冇人唔做過社畜。有一定係朝九晚。咁喺屋企都可以係社畜㗎。家畜嗱，依個已婚人士有咩？我生活好快樂，我屋企好好，我好好。呢度都得嘅，因為向外側啦，個位唔係咁好。哦，咁我上邊嚟。你想有高手咩？哦，你嗰膜就係好似喺個皮膚入面生出嚟，我終於都明白你發生咩事。盡量冇用啦。哦，知道。黐咗呢塊又快搞掂。係咪到時係會有膚色定係點啊？係啊，我會有翻少少色。我應該係唔可以好大嘅色。我明白。不如你開始要控制自己。我唔講嘢啦。你有冇好感動？我覺得我哋開會之後，即好似所有嘢都終於開始啦！你唔好再唔好講呢啲嘢住。乾曬噶啦，我哋笠咗個衫先至。好好。我幫你騰上啲雲頭上，我驚你，因為呢個有問題。邊個去打十字好勁？我喺度講笑。我同埋阿咩都聽唔到，你同我安靜，你繼續講。好裝，爸爸好開朗啊！唔好啦，我其實阿 Sam 終於可以做呢啲黐線實驗，好開心。係有個暗砍底嘅高潮嘅樣啊！我而家 feel 到佢開始乾緊啦，我成塊面係收縮，佢真係一粒掣咁。可以係香港數一數二嘅特技，佢係數一咯，我數二。影咗冇先拍。本人就係一個社畜，但你唔係一個朝九晚五嘅。我係啊，晚五之後我有我自己嘅 passion project 咯，就係我一個快樂嘅社畜。快樂，我最中意我公司噶啦。你覺得點樣可以做一個快樂嘅社畜啊？要中意自己做嘅嘢咯。特技化妝師算唔算係社畜咧？因為佢本身做嘅嘢個需求同佢嘅能力嚟講冇得發揮空間啊！佢成日都要做一啲好細 I E 嚟呢啲咁嘅嘢，咁係咪社畜啊？千祈唔好笑，我覺得依個係一個狀態嚟嘅，唔一定係打工仔先係社畜。你呢度整錯啦，請我話。夠唔夠嘢 Q 啊？嗨，周同咗系咁影住你喎。因为我欠咗曾乐彤呢一世，你等 set 嘅时候先讲啦。唔得，我见到你会有我想笑。我已成为合格的车线网头，你摆布了还是接受？不要前来问候，由得我这样浮游，没思想不会有烦恼。呢两个曲咧系我忍唔住，真系打咗个喊路谷出嚟，唔可以俾任何反应，好惊，好惊，好惊，唔得，我吹一吹佢。佢本身就唔谂住你好一日噶嘛，但系冇时间，而家好好。有冇睇过《恐怖蜡像馆》嗰套戏啊？哦，唔系，你有啲似嗰套另一套咧，望住帮手睇下点样嚟。唔係，跟住酷型啊！佢越收越緊咯，你見唔見到我樣五官開始？有冇啖水味啊？我想問。哦，但係因為我急練，我個口開唔到。我而家成個五官係咁樣，好似咁咪更加靚咯！我真係幫你再收緊。唔好笑。
唔好笑。呢條完全喺中間。如果我做咗20次嘅 Othera 就應該係咁，因為其實本身咧就係想個妝越嚟越怪嘅。我預想中嗰種怪咧就係我會有個面膜開始爛狰狞嗰個模樣，但係咧做咗 test 咧其實係冇你想中咁靚。我而家個樣咧好似越嚟越收緊，向外收噶啦。呢個怪我都係預期之外地好嘅。佢而家最慘嘅地方係咩？你眼睛佢都斬唔到啦。佢長期都係一個反白眼同埋唔反白眼嘅嗰個中間。有個新出嘅 highlighter， 我而家唔想知喎。係 highlighter， 跟住上面鋪滿曬啲朱古力，但係好細。我真係要買。係啊係啊，我真係想。好。Tiramisu 朱古力。唔好激動，唔好激動。原諒我而家個樣咧，已經去到中後期。睇唔睇到我鏡頭係講緊嘢㗎？喐啦，喐㗎咯個樣。咁我今次呢首歌咧就叫做《社畜完全體》啦。呢個題材我一直都係有袋喺袋嘅。講下點解我會想寫社畜先？當然係打工仔係好適合啦，但係唔一定。就算係揀一啲好so called自由嘅行業，其實大家都會遇到一啲咁樣嘅事。你要生活，你要賺錢，你會有客，你會有一啲合作係未必係同所有人都夾到嘅。咁可能咧喺嗰啲合作裡面咧，你就會有一下你覺得，好身不由己的感覺，是完全被同化了的一個狀態。如果承認得自己是社畜的話，那可能在那個階段你已經放棄了，而有人去跟你說向好看、堅強一點，其實這些是沒用的，這些是很難聽的說話的。覺得社畜完全看這首歌是被人放棄的時候聽，但是我也認同人是不可以那麼放飛自我，去到一邊就是只做自己覺得爽或者喜歡的事，這個社畜感是避免不到的。辦公是最辛苦，對我來說即是沒事做是最辛苦，沒事做但是要扮到好有事做，這件事是對我來說是最辛苦。學生兩個小時只是搭車，我這兩個小時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，再加上那七個小時在 office辦公，即是你不怕做多，我不怕做得多，但是怕做得沒意義，即是找不到成就感。即所以我對於我來說，社畜我不覺得是朝九晚五上班，即如果朝九晚五是很充實，我覺得不是社畜來的。真正的社畜就是真的沒意義的工作，還有那個工作是完全找不到成就感，我覺得這個就是社畜。小趙和媽媽要清場，就遮遮這裡我分了一下，然後她就會這個流藍色的。我媽媽就這樣幫我插這個口，講乜啲嘢啊？好笑住先。黐線，同埋我覺得咧個反應咧唔係一開始就嚟嘅，即係你 feel 你就算佢開始流咧，係由一開始好似佢慢慢出嚟，然後先慢慢有反應。你陣間仲有一套衫嘅喎，你點解冇帶嘢咁？你陣間點換衫啊？我突然間唔記得咗。嚇？緊要啦，最緊要拍拖，可以趁你而家自理於事。你最好自多，我要射地，如果唔係你就死咁。我將我啲糧食咧，唔好講嘢啦。不如你以後都化呢個妝同我出街，開啦，唔靚啦，講 MV 冇噶啦。而家呢啲心口呢啲姿態好睇。繼續。撐住真好。肥遠啲啊！有時要周圍肥啊，遠啲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純藝術超正，超開心，超好玩。頂唔順啊個妝。係啊。最後一 shot 啦，死啦，頂唔住，好驚！你唔好個頭係，跟住你機落先落頭，特登整爛個妝。我哋 hold 到就 hold 喎，好唔好？想伸直兩隻手啊，不如。辛苦曬，糟糕！嚟啦，糟糕！佢可以影我整巢啊！好核突啊！好醜啊！請支持曾樂彤嘅新歌《社畜完全體》。就这么低低头，张张就沦落得通透。